第二首歌的第一个副歌进来的时候，我想说完蛋了，你后面一定丢一个上去，我就把它涂掉。我就想说啊，我写了一些 comment， 但是你唱到第二次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涂掉了。唱到第三次的时候，我就把它重写了一下。我蛮讶异，我有听过你比赛，啊，我并没有意料到说你会这样子的 power 跟你的深度上去，非常的谢谢啊，谢谢。 因为陈老师就说唱流浪机会是很不好，然后我刚刚都超紧张了，然后很感谢你这样评价我，谢谢谢谢。不要不好意思，不要不好意思，真的。来来来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我们是 last one， 没 last one，last one。哎呦，我们最后一位哦，这一位也是蛮有实力的。 来，再装耳机。你要麦架吗？不用。好，来，最后一位。人家都说唱歌是一个说故事的艺术，所以今天我希望我的歌声可以感染到大家。我的献给大家的歌曲是林俊杰的。 记得，还有萧敬腾的《心不了情》。
谁先说永远的最后？我想的一句话是你们以后的生活，我爱太久没人记得。